咋少了一盏灯啊？ 等着，人齐了再走。 今天是师父最后一天下井，明天他就要回乡养老了。在许多人眼里，师父是个有些传奇的人，因为他挖了40年煤，却能平安无事到今天，所以人们送给师父一个绰号，叫老井王，说跟着老井王就会平安好运。而师父却说，每天能和兄弟们活着回到地面， 是我们今生共同修来的缘分。还拍太阳呢？啥时候把你鲁叔、赵叔啊，还有我这些老矿工啊，好好拍拍，你就长进了。 赶紧回去啊，多整几个菜，明天师傅就彻底回家了，晚上咱喝酒，都得给我送行。时间过得真快呀。 过了这个生日，我60了。咱结婚也40年了，可你答应我的事儿，到现在还没有兑现呢。放心，咱明天离开这儿就直奔北京。担心了一辈子吧。走之前，老规矩，和师母啰嗦两句。萧广熙啊。 你也算是正经读过书的人，又这么年轻，干这个不合适。你姑妹妹上大学，她现在已经毕业了，你也该找点别的活干干，啊！做个男人不要老是犹犹豫豫，小事得仔细，大事不糊涂。刘佳明，那张保险单子拿回来一个来月了吧？ 为什么不填好？咱一个挖煤的，万一有个闪失，老婆孩子也能留下点保障。老卢，你跟我10年了吧？到今天我也看不清楚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走了。 你可是这里的老人了，事儿啊，还是明明白白的好。你好自为之吧。老话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照幸福。有些事儿还是由他去的好。你老婆的事儿我不想多说，我想嘱咐你的。 明天可就要当队长了，这帮人怎么带下井的，还得一个不少的带上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有空都去看看我，师傅想你们。
哎呀，这些年送走了多少人呢？活着的、死了的、残了的。我还行。哎呦，矿长，老金王，知道你今天要走，特意来送送你。拿着。哎呀，这哪担待得起呀？别人担待不起，你老金王担待得起。走，进屋，有事跟你说。您这是弄啥嘞？哈哈，今天咱们要开采西煤层，在景王走之前呢，再下一次井，啊，给咱们捡个头彩，讨个好运气。老景王，有您老给我们捡头彩，那比请神仙还管用呢。那是，可别乱说啊。举头三尺是有神灵的，点完第一炮你就上了。我们敲锣打鼓送你回家，啊！都在这傻站着干嘛呀？赶紧下井啊！我可经不起这么抬举。注意安全，早点出来，我就在洞口等你。夏雪佛，我同意离婚了，赶紧。把这字签了，我告诉你啊，过了今天我可随时会后悔。哎，我回来你还走？你不是成天喊着叫着说我是坏女人吗？啊，你不是喊着跟我离婚吗？离呀，我同意了，你干嘛现在不离了啊？你别不知好歹啊！我这可都是为你好，来，签了。你弄啥了？你还敢甩我？你不行，你甩，再甩，再甩！我告诉你啊，我就是死，你要给你死一天，俺认了。你干啥了，天天的？赵景福，你们都是在丢脸吧？赵景福，这种人你不教训，老子替你教训了。动手现在几件事，还轮不着你动手了。他说你死刑不能送我们走，谁让你装死的？刚才说的，认齐了吗？齐了。下井。赵景福，你跟我回您下边，哦，中午走的时候一定告诉我，我出去送送您啊。走了。师傅，好了。
师傅就不陪你们了。在上面等着呢，师傅走了。快跑！透水了！刘家明，赶紧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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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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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他们救出来！好，你过来，赶紧过来，把这个大姐弄出来去。 上面就能把咱们救出去。 娘娘上来，娘娘上来，啊！你干什么呢？这是，小曹子死是不是？今天早上，就是你老婆那乌鸦嘴，做我们都死在井里，最毒不过妇人心。中，算是俺对不起大家，俺对不起大家，一句对不起。哎呀，你别打了，你别打了，那俺也待在这儿了，那要是死了，俺也陪着大家死了。
什么他妈死不死的？不就是个透水吗？我经历多了，没事儿。也就三四天，政府一定救咱们出去的。师傅，您放心。如果能豁着出去的话，我一定杀了那婆娘。那个女人的话是有点毒，可就是一句话呗，命硬不硬还得看咱自己。这里是新桥煤矿特大透水事故的现场，截至目前，矿难已经发生整整24小时，还有16名被困矿工依然还没有消息。但省委省政府要求，要全力以赴的救援，有一分的希望，要100分的努力，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言弃，绝不放弃。领导提前从城里赶过来，通知所有部门取消所有会议。兄弟们，请问这次救援有多大把握？情况还不清楚，但我们会竭尽全力。现在井下有16位兄弟，绝对不行！井下要组织6支专业救援队，按照时限不间断，24小时持续救援。你们有没有今天下午3点前必须到位？我全部是所有大把矿技术骨干，下给我调过来。什么？下午？不行，中午12点前必须到达现场。老陈，你好，到了，辛苦了。矿难已经发生24个小时了，还有16名矿工被埋在井下，加之昨晚上下了一夜大雨，井下的情况不容乐观。井下塌陷得很厉害，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透水的位置可以确定吗？应该在运输上山号的顶端。水的来源？透水面上方有几个废弃多年的小煤矿，坑道密集，错综复杂，蓄水的空间是巨大的。夏至连日的暴雨，出水量巨大。下面透水总量有多大？估计有10000方。孙指挥。从事故发生到现在，总计抽出了1500立方的水，但是水位仍没有降低，这就说明了透水的源头仍然在不断的补充水量。我们使用的水泵最大功率是80方每小时，照这个速度，最快也需要140个小时能把水抽干净。140个小时，不行，太慢了，马上调大功率水泵。我也在调。师傅凭借40年的经验，对我们的处境做了判断。他说，我们自救的最好办法，就是尽量节省体力，不做无谓的挣扎，平复内心恐惧的情绪，耐心等待，并坚信政府一定会找到我们，解救我们。快快快！一二三！扶老鲁起来。让老鲁喝点水。老陆，我受了内伤，我有点累了，我想睡一觉了。老陆啊，可别睡死过去，睡死过去就醒不过来了。放开我！放开我！放开老陆！放开我！老陆！师傅，刚才有2个陌生的人夹着我说想带我走，后来你一叫我，他们俩就消失了。自个儿吓唬自个儿，有师傅在，谁能带你走？别人不带我走，我自己也要走了。胡说八道！你的身体壮得像牛犊子一样，这点伤算啥呀？你指定能撑到最后。
大班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工作啊？我尽最大努力。总指挥，我刚刚从下面上来，从井道口到下面的水位线要300米的距离，而且越往里走的话，暗道越狭窄，越曲折，安装到位至少要8个小时。这么慢？大家再省把劲啊！来，争取1分钟，争1分钟机会，1、2、3。感觉这里面的空气好像还很充足嘞，我开始最担心这空间太小，氧气很快就会耗尽，现在看来没啥问题了。这上面能透下水来，就能透下空气来，咱们就能撑到政府救咱们出去。别害怕，别害怕。今天新桥煤矿透水事故进入第3天，昨天开始突降暴雨，老天爷，这不是要绝我们吗？老天爷，不会吧，是做绝的。师傅，这水怎么又涨起来了？师傅，您看那是不是个死人呢？怎么样啊？进展不顺，车还没下去。啊，刚才气象台来电话，说这个星期都有大雨。要这样的话，那水啥时候才能抽干净呢？每天下的雨量和抽出来的水量几乎成正比。这是老天爷在跟我们较劲吗？拜托他们了。
坚持住。那向哥哥保证，好好的把书念完，奔个好前程。喜欢这些太阳的照片吗？昨夜加了夜班，今早出来恰好看见冉冉升起的太阳，好漂亮，就借了工友的相机拍了照片，给你寄来分享。平日里我都是在太阳没出生之前就下井，升井上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一年能看见几次太阳是能数得清的。照片里的太阳是我今年第11次看见太阳，很珍贵吧，给你寄了点钱，不必太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哥哥。这是我业余比赛的奖品，送给你。拍太阳。我也弄了两块石头，保平安的。这大的送给你，我这也有一块。走，我带你去看看学校。哎，哥这就不去了。你看哥这样会给妹丢脸的。哥也要走了，师傅他们还在车站等我呢。这个你拿着，好好念书，记住了。再见。我梦见我妹妹来看我了。林队，你那个妹那么好，等她出息了，你就不用再担惊受怕的挖妹了。我只是个孤儿，只不过是我在火车上见到的一个陌生人，一个因为父亲去世，母亲生病，家里太穷而要退学的女大学生。我是一个挖煤的穷小子，还是一个可怜的孤儿，可我依然有我的理想。如果我没有被瓦斯包炸死，被偷水淹死，那么再过几年我挣够了钱，我就回家乡开孤儿院，我当院长，救助那些跟我一样的孩子，让他们的生活都过得比我幸福，这就是我的理想。你看我都这么惨了，我都没有放弃，你为啥要放弃啊？如果你不放弃，坚持到底，你才能够救助你的。像连珠炮一样把他给镇住了。我都不知道倒是为什么我有那么好的口才，一个花美小子跟一个女大学生聊了一个晚上的人生和理想。回去吧，向哥哥保证，好好的把书念完，奔个好前程。天天在这候着，都快成孟姜女了。有你这份心意，下面的人一定会有好运的。走，
姑娘，我现在正式邀请你代表家属啊，参加我们指挥部的工作，这样啊，就可以让家属们及时了解救援的情况。师傅，我肚子好疼，我受不了了。师傅，我肚子好疼，不疼，疼，不是我受不了了。这条三平巷是我们的福地，它让我们躲过了咆哮的大水，侥幸活着。但可恨的是，这里竟然连根能让我们扒树皮吃的木头都没有。而师傅竟然绝地求生，找到了一些软梅。他说，20年前的一次矿难中，他就是吃着这种软梅，等到最后的救援。哎，都到这份上了，哎呀，我们也不指望他们能活着出来。我觉得政府该跟我们说说这赔偿的问题了，大伙儿说是不是？对，现在该跟我们说赔偿的问题了，是不是啊？大家说是不是？大家静静听我说，还没到最后的关头，大家再等等。我不等了，肯定没有希望了，都第八天了。你是家属吗？我是他哥哥，对象那是我妹夫。放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你们这是何去何来挣这份死人的钱？你们他妈还叫人吗？哎，你怎么骂人呢？你骂你，骂你们这种人，我怕脏了我的口。我跟你说啊，现在躺在那地下的是我男人，我继承赔偿天经地义的事儿，凭什么不能提呀？啊，今天我就提了，大家说是不是？啊，提提提，张口就骂，不说，不给个说法，我就不走了。老板，不走了，抓起来了。好了好了，当然要找证据给我们撑腰。安静啊，就得给我们当主。听我说，
关于赔偿，国家有法律规定，我们也会安排好。但是现在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救援工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最后的结果，一切都还有希望。所以啊，我恳请大家啊，要有一定的信心和耐心，给你们，也给我们。现在我代表救援队的全体人员，给大家一个承诺，我们的救援工作一定会进行到底。对于你们受困的亲人，活要让你们见人，死也要让你们见尸，请大家相信我们。记者调查发现，煤矿哎，小陈，别忘记晚上指挥部开会啊！知道了。企业均超负荷生产，同时矿主为了更高经济效益，普遍忽视和减少对安全。阿姨，你怎么又没吃东西啊？姑娘，都说人没吃没喝，最多能活三天，这是真的吗？你放心吧，专家都说了，他们下面有水喝的。那有水喝，能活多少天？大概七八天吧。今天不是第八天吗？不是不是，是。十七八天。哦，那还好。下边抬出人来了。剩下的人生还的几率有多大？都已经八天了，生还的几率很小。如果假设有人活着的话，那应该在什么位置？那只能是在这儿。这个顶端有三条平行道，在这里还有可能具备生还的机会。说具体点。首先，这里地势比较高，透水应该不会淹到这里。其二，透水面就在这个区域的顶端，有透水就肯定会有空气透下来。其三。既然透水就有水喝，所以在这个区域如果有人的话，还有可能会有一线生机。三次呼叫，要打好两个工程站，不会有一线。小煤矿的关闭事故和避免海海浪拉事故的发生，全面加强煤矿安全，督促业主、市政监管部门承担责任，防止安全事故发生。这可真是天意啊！今天都第十天了，他们肯定不可能活着出来。我觉得。你可以联合一些家属，正式向他们索要赔偿了。你还是人吗？你什么意思？你心软了？我说你那天在矿洞口怎么主动同意离婚呢？我告诉你啊，这个时候你给我装善良，将来后悔的是你自己。你说，你处心积虑加在这穷山沟里，等到盼的不就是这一天吗？等你把钱拿到手，我就正式娶你，咱们卷土高飞。团长，团长，你给我站住！团长，我告诉你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记住，我的天！这铁轨都跑到上面去了，连提轨都变成麻花了，何况是人呀？这一天能清理多少淤泥啊？60方。井下堵塞沉积了2000方的淤泥和杂物，照这个速度，最快也需要30天。太慢了，还要再快些。这已经是极限了。
贵同志和刘红梅同志，婚礼现在开始，请新郎新娘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鞠躬，向革命群众鞠躬。我们祝贺革命新人在革命道路上共同成长，并肩战斗。平了先进，带着大红花，我们一起坐火车去北京，去看天安门，去看毛主席。师父的命都是老卢给的。老卢，走好，你自己的罪自己都赎过了。17天，那我们一定会要输给那个外国老头。有志气，就是死，也要比外国老头多活一天。
现实是井下沉积的淤泥和垃圾最快也要15天才能清理干净。现在又发生了瓦斯爆炸，无论是从生存时间还是从井下的条件来看，井下已经完全没有生存的希望。救援到现在整整408个小时，17天了。那你是什么意思？我是觉得我们现在不应该讨论怎么救援，而是要讨论是否继续救援的问题。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仍然冒着生命危险继续救援，意义已经不大了。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提请省里评估，申请封井。封井？你这说法也太冷血了吧。我冷血？就你们热血？至少我们不能轻易的说放弃。那要看坚持有没有意义。少年好像已经封井了。我们还活着。好了，孩子，不哭了啊！408个小时，是超过了矿难生存的极限。可是我们几天前对矿难家属说的话，你们还记得吗？我对他们说，我们要竭尽全力进行营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记得，当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是用冷冷的眼神看着我。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他们在拭目以待啊，他们在看着我们怎么履行我们的承诺。我们也有亲人，都有兄弟姐妹，如果困在矿地下的是我们的亲人，我们该怎么做？他们要封井脚下就是门槛，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迈过去，一走了之。可在他们眼里，我们会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那我们就是言而无信、薄情寡义的人。走走走，之所以塌陷，是因为这座山下面有多个废弃多年的小煤矿，整个山体已经是半空的了。这次爆炸倒是把这里给炸塌了。我们能不能想办法就从这里下去，然后到井底？
可以一试，说不定能走通。第三支援队，加快速度！你们几个赶紧跟上来，把手给我，快点，快点！三，一二三，哎呀！看来这边的难度比那边小一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再使把劲儿，哎，早一分钟进去，就可能有奇迹发生。来，来，接住，快点，速度快点。师父挖煤挖了40年，经历了太多的生死，真的懂得了活着的意义。是不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我呢？我想，我和师父是一样幸运的，因为我有了一个那么争气的妹妹，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美好的冬日。当我从黑暗的矿井中走出来的那一瞬间，我看见妹妹站在茫茫大雪中等我。永远都不会忘了那顿美好的晚餐，那会是我一生中吃到最好吃的一顿饭。有了这顿饭，我一辈子都不会再感到饥饿、寒冷和孤独。截至目前，新桥矿难救援已经整整21天504个小时。据了解，这是目前世界矿难或地震史上在同等条件下的最高生存极限。有关专家已经提出可以考虑封井的建议，但省委省政府郑重重申，救援绝不停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坚决履行对受困矿工的承诺。这就是那次瓦斯爆炸的后果，绝不延期。剩下的5个人，我想根本就没有生还的希望了。我还是那句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坚信会有奇迹发生的。儿啊，娘给你烧钱去了，你收好啊。到那儿，你不用再擦肩上泪。大姐，
大哥不在了，以后您有什么困难，就尽管跟我们说。你也来喝酒啊？你跟俺解释解释，这到底是咋回事？咋了？原来你嫁给俺就是为了这。俺这是为你好。为俺好？你把俺当成蠢蛋蠢货了吧？还为俺好？俺把他给死喽！情景你都看到了吧，那些哭得死去活来的女人一定是实心实意想跟丈夫过好日子的好女人。可有的女人一点都不伤心，他们就是哭，也是刚好，眼里没有一滴眼泪。他们是，他们这花儿嫁给我，可本就没有打算。穷地方的女人觉得这是一条发财的路，就千方百计地找偏远山区的小煤窑，找矿工嫁了。男人一死，他们就会得到一笔很大的赔偿金。你知道我就是那种女人。他就是等着
事故一发生，我发现我和其他的女人一样受不了。心里难受，我心疼。过去。那一天真不该再陪我们下了。孩子，师父害了你们。煤层不在咱们矿的区域，跨界了。煤层勘测啥的都没做呢，就这么深挖恐怕不行。所以才请你这位副将出手，我才放心。该做的勘测我都做了，什么越界不越界的，相信我。其实呢，干不干都你矿长说了算。我有个要求，讲。给我这个班的徒弟们一人打个红包吧。行。既然你老景王说了，等他们上京以后，我挨个给。师傅，师傅给你们跪下。
上去就应该是三平号了，这是塌方也很严重。哎，地队也过来了。哎，从这上去就三平号了。快，兄弟们，加把劲儿！三平号就在面前了，加油！哎，探测仪往前面走，走。好像有生命迹象，好像有生命迹象，指挥部，我们发现三平号有生命迹象，我们发现生命迹象，再有半个小时，我们会正式抵达三平号以后。 快点，再快点，全速推进！指挥部，三平号还有人活着，三平号还有人活着，有人活着，请医生准备好了，请医生做好准备。 就要到你们身边了，马上就要到你们身边了！
在濒临死亡的睡梦中，这透着光辉的门无数次出现，而此时，当救援队员抬着我们走出黑暗，步入光辉的瞬间，虽然我蒙着双眼，但我能感觉到那如潮鼎沸的人生包围在我旁边。我们成了被爱护的中心，把右手放在左心房上，那没有消失的心跳让我觉得我又回到了久别的人间。乡亲们，你们听我说，他们都还活着呢，还活着。来，让一下，乡亲们，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大家让一让。记得师父最后一次告诉我们时间是12天，可醒来后我们惊讶地知道，在地下1000米深的黑暗绝境中，我们整整坚持了25天604个小时，突破了世界矿难生存极限整整8天。无法说明白这是怎么样的坚持。我记得师父带我们吃了很多刺梅，还记得师父无数次把我们从昏睡中唤醒。都
醒醒，别睡死过去。更记得师父艰难地欺骗着我们，每过一天他就说半天，每过两天他就说一天，不到两天。他就是这样减轻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增强了我们求生的耐力和希望，而自己却替我们承担了太重的精神压力，最终因为身心衰竭而牺牲了自己。做个男人不要老是犹犹豫豫，小事得仔细，大事不糊涂。这帮人怎么带下井的，还得一个不少的带上来。还拍太阳呢，啥时候把你鲁叔啊、赵叔啊还有我这些老矿工啊好好拍拍，你就长进了。爆炸，师父死了。师父是为保护我死。等我评了仙界，带着大红花，我们一起坐火车去北京，去看天安门，去看毛主席。死亡就像一场梦，来了又去了，我又看到了灿烂的日出。我们感念老景王为我们的牺牲，还要感念一直对我们不离不弃坚持救援的人们，没有他们，我们的坚持也只能是徒劳。按照老鲁的遗愿，我们到了公安局帮他完成了自首，还给他找了块不错的墓地，是一面向阳的山坡。赵信福和刘家明相遇之后又回到了煤矿，继续以挖煤为生。他们说生活总得继续，我们和师母一起去了北京，在天安门前合了影。